鲍蕾情商真的好高，仰慕老公，喜欢夸奖老公，句句都有回应。当丈夫们帮妻子拿包的时候，陆毅辛苦了，我就知道你会给我拿包。当所有人都说陆毅画的不好看的时候，哎，我现在觉得你画的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。在两人不能一路同行的时候，鲍蕾一路分享自己的看到的风景，会合后还主动圆场。不一定要一起吗？主要是问问我们想不想跟他们。真是的，一上来就失败了。虽然我跟我老婆没有选择同一个地方，但是我心里很想跟她在一起。啊，这些选对的说不定也是碰巧了呢。还一直帮着郑钧解释给刘云听，这么多年婚姻幸福不是没道理的。